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蒜香排骨。喜庆的排骨加盐、胡椒粉、白糖、料酒、酱油，再来点姜片和蒜片，用右手抓拌五分钟，再腌制二十分钟，然后加入一大勺面粉、一大勺玉米淀粉，把盆拿起来颠一颠，让排骨表面均匀地包裹上一层面粉，这样能保持排骨的营养和水分，在炸的时候不会流失。油温烧到五成热，把排骨一块一块的下锅炸，全部下完以后，这一步很关键啊，一定要调小火，用小火慢慢炸，八分钟基本上就熟了，不然火大了，外面糊了，里面还没熟。像这样外表金黄，咱们就捞出来备用。锅留底油，下入蒜末，小火把蒜末炒到微微发黄，下入排骨，再倒入切好的红绿尖椒末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老弟主页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，如果哪道是你喜欢的，记得给老弟来个双击，有不懂的给老弟发消息，老弟看到了马上回复你，感谢支持。